它可以带到我们更多更多更多的东西，它可以把我之前烦恼的事情现在都可以一的解决掉的。嗨 Beverly 你好。嗨 Wilson 你好。So 你对这两天 Saint Mary 有什么感想？这两天呢带给我一个很大的优秀，给我们的公司就是可以发挥更大的前途，然后可以把我们的团队越做越大。OK， 然后这一个 KPI 呢也可以让我们这个 Proton 的系统可以拼合一起走更长的路，然后可以达到我们公司要的那一个目标。那么你觉得这个这两天里面有没有达到你自己本身之前所期待的东西？是有的，这个真的是让我们期望很大。它可以带到我们更多更多更多的东西，它可以把我之前烦恼的事情现在都可以一的解决掉的。那么你认为啦，如果一间公司啊，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啊，KPI 对他们来讲有没有帮助呢？重不重要呢？其实这个 KPI 不管你是大中小企业都好呢，每一个企业都需要到它。因为以前我自己本身也是做生意的，虽然是小生意，可是也是需要这个 KPI。明白。虽然以前我们做生意是没有这个 KPI 的系统，可是现在有了 Saint Mary 这一个系统呢，可以带动更多的更优秀的公司做得更加好。谢谢你 Avery 你的 feedback， 所以我就祝你的生意成功啦。好，谢谢你 Wilson。谢谢谢谢有你。